发育还成道，你不发育你是吧，发育还是都是，其实法门都没有那么高深，都是根据人力的角度编的嘛。你发愿，你做个企业，我发愿把它做到上市，那你遇到很多困难就拼命的不睡不喝不吃也去努力的完成它。你不发愿，你没有终点嘛。你不发愿说我做个公司我就这么做着无所谓，是吧？跟你发愿我要把它做到上市，是两个，你的努力不一样嘛。反正极痛苦的时候会发愿，好像什么什么什么用，一旦快乐了就。不能承受这样的那是一起用事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不是发愿吗？不是，你们还没修成嘛，原谅自己吧我们总会犯点小错的，没什么，我们有很多事都在修正，你看到现在还在修，释迦牟尼都快退休了末法了，我们还在修，是吧？那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忘嘛，是吧？下次好好记住，逐渐逐渐你就越来越不会忘记修行这回事。那不修行觉得没意思。是啊，吃肉喝酒对没意思，修行又一下子成不了，对、也没意思啊、那还是修行嘛，因为那一下成不了，两下三下他总有一天会成了，就有意思了嘛。按金刚经的最高之戒，或者法华经的最高之戒，把它学通了，修密法你挺适合的。否则你要没有最高之戒，你就着相了啊，你就在密法里边着了密法的相的话，你就无法证空性了，你可能最多只能辛苦到几十年这个神通小神通在那折腾，那就太可惜了对，我现在就是那样想。你就先把《金刚经》啊、《法华经》这些最高知见些、文言啊这些最高，你看一看，把知见学透了，然后去修密法，都可以。密法都可以啊。是不是？脉轮。到时候。你修脉轮不也是密法的密宗吗？我们一起步不一手脉轮吗？都是密法。有时候修吧，修的。就是能量很充沛的，但是能量很充足的时候就是绝到哪有能量这回事，你要心中有能量的话，那你会全身发燥，你修不下去的。对啊，根本就没有，你不应该找能量的相，然后你说这个能量很充沛，跟我只是语言的交流，但是根本能量无相。你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，是吧？你像虚空一样，怎么可能有放不下的东西呢？如果你还是个人，你能量很大的时候，你会不憋坏了？不会出偏吗？你是就这么高这么大，然后还想要全宇宙的能量进你身体，是吧？我是观想过。是吧？这要观想吧？你知道，如果你要全宇宙能量，那你就是全宇宙大嘛，你全宇宙就进来了。还用你观想呢？首先你是虚空的时候，所有的能量都在你那，是吧？所以在见地上你得要懂无我四大皆空，你才能把与全宇宙能量聚到你这见地上的，你四大不空，你采气采能量有用吗？化冰冲击是可以的。化冰冲击啊，你相信就行。对，可以。你相信就行。不是，我做好像做到了，我才相信。你只要觉得有用就行，安心就行。你还是有一个法师吗？你读经典吗？你看经吗？金刚经也不看。金刚经看过，看了看。再读。但是我觉得，金刚经是否跟那个心经就一样？心经差不多吧，还有跟那个什么跟那个。谈经因为我是怎么想的，因为那个那谈经那个看的挺好，金刚经那个我如果看完之后，我就怕我着相以后怎么突破了，但是我看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你再看金刚经的什么东西，就看一章就感觉收获特别大。如果说现在就能浑浑噩噩的，你看完以后呢，以后着相也感觉我就不看，先不看。
不看，甚至我也只是看。但是所有的秘法都是在前边学习学习显宗的东西啊。嗯。啊。最重要的空性，空性这些正知见、中观啊，空性，你要不了解，你学秘法可能很容易出问题的。